我是刚刚在车站的109年3月15号，瑞邦站哦，那9:50出发的是四节原车车客车，我看一下哦。4712次仅有平线，看我们青红的四节原车客车。在瑞邦站，然后呢，你好了，谢谢各位哈。那下面一个马站门，多点我们大吉光线。以及4074江沿线靠树林呢，用5201519区间快车，用500行程快车。我感谢各位支持，就这样，再见。